4-1。吉利珊瑚现在取得三分领先，这一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追了过去，谁要来接呢？中外野手，最后曹佑宁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，这个球最后是被 Akira 呢给接杀出局，结束了在4局上半，吉利珊瑚队的进攻留下2垒3垒。